我们要贯彻到底。我们主要是为了什么打线上？我们为了好血，主 W 就顶人，那就艾迪。来把大刘蓝够用，其次捡西地要够，先出西地海，开始顶着天使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将他们冲散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这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没有人啊，巴德怎么紫不拉几的呢？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，我都回家了。全军出击。嗯嗯，做个泳装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做泳装呢？肯定做泳装啊，泳装啊，80法强，200生命，600法力，20技能急速，这个可以的。俺知道该怎么做，而且冷却时间非常的短，20秒。做个泳装，而且我们 W 以后泳装再接 E 再接 Q 可以控制人家10秒钟。我顶！你必须跟斩。我等个法力流息袋再顶他吧。我顶！不掉血呀。将他们还没人回的快呢，我顶，慢慢顶吧，慢慢顶。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我顶，顶完就跑啊。没事，我们是水晶瓶，早晚它会被我们给耗没血的啊！我们这小药，二级 W 就好了，一级 W 敲顶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，可以试试能不能给他顶塔里来。你必须跟顶，知道该怎么做。怎么没了呢？这人怎么没了呢？你吃屎去了你呀、啊、别埋下的怒火。你必须跟着，是时候尝试打一波。平 A， 哎，为什么刚才顶没有给他顶起来呀？ bug 了。什么可以把俺击退？嗯，啥意思？抽血来吃饼干，端顶闪现吃饼干。哎，点烟没跑，跟我上 Q，
扣一下，完了，没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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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螳螂上当了，螳螂，哎，让他以为我们回家了，我们钻到草丛之中，把这天使给他顶死啊！哎，天使。哎呦我操！不敢担呐、啊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打不那小兵点烟，那不行。打不那小兵点烟，他啪一个E给我甩死了。你必须跟着。这把有天使不太好打，你知道吗？这种后期英雄很烦人的。把顶敲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把顶。你要干啥呀？俺很生气，咋的呀？啊？你咋的呀？吃药？我顶！敲！哎呀呀！哎呀啊！真恶心，还从塔后过来赶客。先来个 CD 还俺知道该怎么做，交闪了维克托，饼干确实是没吃，不过我觉得吃饼干可能也够呛，300块，漂亮！你必须跟斩。哎。我觉得画面糊是不是因为我外面开了那啥呀，外面开了网页呀，这回还糊不，我顶，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，我顶爽，我顶，他没有大你跟我一块儿猜来，没什么可以把击退，将他们冲散。我过年好，
伤痕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他打不了，没顶着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我觉得我现在可以直接干这天使都行，我都赏金都等顶出来了都。你必须跟斩。我的，短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谁能想到一个牛头居然把天使压制住了？哼，插个眼儿去。将他们冲散。知道该怎么做。出泳霜吗？是啊，出泳霜，行不行？泳霜。天使不出来了，人没了。你必须跟着。我顶！现在我们这 W 七秒一个，啊，减息率越高，我们越狠。他去刷野去了，那他刷野，他们家打野就别刷野，这都是相互的。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为什么天使就不来了呢？将他们冲散。我们在这儿放个眼儿吧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你如果不来的话，你这兵线一辈子也过不来。你必须跟斩。跳上舞了呢？跳舞那就跳吧。就这样一直让我控啊，就这样一直让我控。那我可开心了。Rampage， 将他们冲散。Double kill。单机游戏，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哎，这天使怎么死了呢？他死哪了？他被啥打死了？他被野怪打死了。将他们冲散。他死了。他被野怪给打死了，哎呦啊，不是我太折磨人，那你说他不跟我打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贡献。你必须
须跟着。我退线，他不塔下吃兵了吗？你说是不是？他也不跟我打，你说他要过来跟我打，我顶顶他。哎呀，我操！现在我们11级，他8级，我也不知道他干啥呢，他就一直也不出来。我也不是说就一定能杀得了他，这人我也搞不懂到底他怎么他就不出来。像这种情况，我如果我们推线，就是完完全全让他白发育，你知道吧？不给他发育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上哪去了？还来不了呢？出来了，回家了。来个永霜，后果很严重。永霜出完，咱出啥呢？永霜出完，出一个星界驱驰怎么样？这个捡吸地加的多。牛头主要就是吸地，要吸地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巫妖现在已经没有冷却了。来个星界驱驰吧，将他们冲散。就在我们 Q 技能真空期 W 能续上 ，W 真空期 Q 能续上，这样就行了。Q 永霜，你必须跟斩。我这不给你顶出来吗？哎呦，不可以！你大爷的！你跟谁打的？我不打死你啊！端顶，牛年快乐！跟我打，跟我牛头打。回家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再见。啊！天使升了1级，让他吃到经验了。细节掉戒指，好像是戒指掉了啊，好像亏了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跑得太慢了，这必须得星界驱驰加巫妖了，再来一个美甲窃魂卷啊。他们冲散。这永霜 W 永霜怎么不好使呢？你必须跟斩。W 永霜不太好使，很来波中路啊！后果一看对面就没影，这波全死。永霜，端，算了。该怎么做？
六层杀人阶，把美甲窃魂卷做了吧，然后把巫妖给做了。可以，可以杀。哎呦我！哎，这 W 加永霜不好使了是吗？修复了。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WQ 永霜，不是啊，就是 W 永霜接 Q。没好使。你跟我走，永霜。哎呀，别！打不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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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不着。你打得过？打得过我呀？这寡妇直接放大，确实挺恶心人的啊！来个美甲窃魂卷，将他们冲散。俺们家 AD 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是个德莱文啊。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小龙拿一条吧。这寡妇今天得治治他啊！这寡妇永霜，端顶。基本上让我 Q 控着的人就没办法走了，根本走不了，三连控。永霜禁锢1.5秒。可以把俺击退。给我把那匣给他顶出来。这边的人都哪去了？怎么不见了呢？将他们冲散。永霜开大，这什么伤害？啊！啊！融化了。漂亮冰女儿，看你这 ADC 还敢不敢放大啊？你也不幼，确实不幼，65伤害减免还是有点低了。知道该怎么做。哎，我记得这刘头以前二级大不是80吗？还是75，血了10%。你必须跟斩。
哼！走，跟我杀天使去！那天使不能走，他100%还得带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来，把天使杀了，先吃个药。WQ 永霜，端端端端开打，端顶蓄力，端端端端叮顶致命点，WQ 二连永霜，我融化了。哎我靠，简直融化了。打大龙啊，可以啊。直接人没了，整个人直接没了。先买个精魄。出个巫妖，快点打龙啊，没有人了呢，都快点把龙打了。出个猫子啊，那个巫妖出完出猫子冲散。巫妖出完把那个美甲窃魂卷不行卖了，给他换个帽子，再出个沙漏也行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天使。没事可以把WQ 永霜，叮叮叮叮咚顶。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永霜能补刀不？可以。二点，天使是放弃了还是怎么回事？你必须跟斩。希望我的美甲窃魂卷能再多来两层。走，下去杀天使的。他肯定还得带，这人已经心态爆炸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已经已然是心态爆炸呀，不带了，那你到底爆没爆炸呢？没什么，这顿瞎当啊。知道该怎么做。我先拆个塔吧，你们这二塔都拆不下来，我来。你必须跟斩。高地没了。哎呦我操，那这有点不应该了啊，后果很严重。那打完大龙 buff 怎么让人打没了呢？
定他漂亮，应该给我来个美甲结婚券的，养他一波好了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，能不能给点钱？永荒，叮叮叮叮，开塔吧。那巴德自己单挑对面打野啊，永荒叮叮叮叮叮，让我秒了，那 ADC 都没法动你知道吗？你必须跟斩，剩两个人，他们家永霜，钻洞，看了吧，在这等一会儿俺俩啊，快跑！顶 ，Q 闪，永霜。开大招，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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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很生气。后果很严重，咱可以打大龙啊，把大龙打了吧。将他们冲散，哎，这巫妖触发的这个时间咋这么长呢？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的。你感觉电刑更好？那电刑打不了线上，没跟你说吗？开下路吧。你必须跟斩。我猫这差多少钱呢？差992。哎呦我，这冰女也没加血魂卷啊！风龙龙魂，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哎，救命啊！永霜挂舍己为人了，兄弟们！你给我拜年吧，我给你拜年。来个猫的，这风龙魂跑的是快呀！哎呦 ，MVP 拿下。